我们先把新角色讲一讲好了，不然这样太乱了哦。因为我们以前有些以前有跟你们提过这样子，所以我先把新角色讲一讲，比较不会乱，好不好？那个，你看一下《白骑士月光》。哎，所以他一只角色，他搞出好多种蛙哥哦，人家有点乱掉的感觉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现在是怎么样啊？他的名字是什么鬼？就是你没有给我们看他们的名字，我们根本没办法分辨啊！啊，那我大概知道了。欸，先讲那个双生那个，是这个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因为这个是本次官方全新的重点。欸，啊，不能预览是这样。好，这个就是彼岸双生。那现在讲了别人算生之后，再来讲幻梦蝶。对，那幻梦蝶要进的是这个暗影同流啊，然后还有一个是浅海之灵。那你这边有他的推荐阵容，还有他的一个推荐装备，这样子。拜拜。因为其实昨天摩格斯发现我的主线没有卡，那没有卡的情况下，我们就继续吧。再来是二只十五，哎，不是。欸，我们要赶快花点时间赶快打喽，不然这样有点不行啊。Go。其实我也没有说一定要练他，就刚好觉得他很帅，然后我以为他是新角色。其实我不应该练他的，我大绝招啊！欸，你敢空打欸？欸，待会我调整，我设定怪怪的，鬼啊吗？哇，够耐算的啦！所以我觉得他很多妹子都可以练呢。这我想要练，其实我可能会练别只哦，因为昨天我以为他是没有跟你们讲过，可是那后来发现那只以前就有了，所以我之后可能会练比较自己觉得角色吧。